哇，全是美人啊！哎呀，哎，你觉得他们里面谁最好看？公子，快到前头去吧。行。哎呀，都好看。哎，我觉得那个最好看，就是站在我大姐前面那个。 他是不是也是服侍我大姐的工人啊？我能常见到他吗？公子，再好看有什么用啊？都是太子殿下的女人，跟公子也不相干。赶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公子。 爹爹，不要！殿下，请安受，这是臣下当行的礼仪，而不愿意进宫去。殿下，你说什么？ 太子马上就要亲迎了，千万不能做这种儿女之态。朕一门的身家性命，就全仰仗于殿下了。爹爹，我真的害怕。姐姐。 皇太子殿下，张尚书，请起。 同学，同道，停停停停！你什么人啊？你说你怎么能跟这个白师傅能一起呢？我姐要当了太子妃，那我不就跟武德侯一样了？哎哎哎哎，还不给我抓住他！哎爹！哎爹！ 内贵人，请殿下不要这样称呼小人。小人姓顾。
顾，那人吗？小人是。顾内人，你见过太子殿下吗？是。顾内人不要笑话我，顾内人知道太子殿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抱歉，我无力也无心。殿下要迎娶的是刑部尚书的长女公子。殿下，殿下，臣几次冲撞殿下，臣罪该万死。此事不关姐姐的事情，请千万不要迁怒于他。孽障，你胡说什么？来人，把他拖走。爹，殿下，姐姐她从小教导我，一定要做个好人，不要惹是生非。她从小没离开过家，她现在很害怕。殿下，求你了，一定要善待她。殿下，张建守退后，不要搅扰青莹打理。好，殿下，犬子失仪，臣一定严惩，还望殿下。勿以为念，先行皇宫成礼。启请皇太子殿下升禄，勿失吉时。启请皇太子殿下接连。
李史。皇太子妃拜。皇太子拜。太子和锦礼上，太子和太子妃谁应当跪拜谁？太子为君，太子妃为臣。太子妃当拜太子殿下。到了明天你自己看吧。殿下，太子妃殿下是与殿下嫡体的嫡妻，请殿下双膝触地，还拜太子妃殿下。同劳何锦。怒中丞有句话说出来大概不合适，但在离别之际我还是想说。令爱就像那片山水，虽然我从未亲眼看见过，但是我知道它会有多美。怒中丞却不知道我有多羡慕将来可以亲眼看见它的那个人。可待的意思不应该是可待追忆，而是请你再等等我。请太子殿下及太子妃殿下结发。
顾内人，大胆，殿下，退下去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别害怕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和你父亲是谁，你兄弟是谁？ 殿下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人生得好看，说话的声音也好听。可解脱处，为神佛前与山水间。他能写一笔好字。 很有才华，又细心，又体贴。他告诉妾，殿下是妾的丈夫，也是妾的君王。殿下一定会保护好妾的，妾不怕，有殿下在，妾什么都不怕。
留在这里守夜吧。没人向我不断口吻，明明你向来最怕寒冷，为何会觉温存？原来一心人为何又离分？你提这是对你的处罚，你的手还在颤抖，是心里还有怨恨和牵挂吗？今日要夜见陛下，请两殿下升帐。那些话是你告诉太子妃的吗？是小人。本宫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怎么知道？小人不知道。那你就敢？但小人也一样是女子。一个女子想要的丈夫是什么样子？小人只是这样回答了太子妃殿下。我们在哪里见过？你的声音还有……
在行宫，小人曾经冲撞过殿下，有这么回事？是，小人深感殿下恩典。你是太子妃的女使，叫什么？ 消息吗？没有，战士尸体将军，他命我引步增援，两人这副样子，我还有何颜面去见将军？属下还是先设法找到将军的行迹。小将军！ 杨督云，你是我的马，去常州向林刺史求援。向将军，这是军令。 顾内人，之前一直没有好好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说的那些话，我可能已经做错事情了。殿下洪福，小人不敢拒斥尊公。你说的对，他……满堂溪美人。 忽独与鱼嬉。
沐城。顾内人，殿下，小人也不懂。那没什么，就是下朝了，过来看看你。顾内人，刚才殿下说的话，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小人也不是很清楚，也许是少司命里的句子，意思是说屋子里有这么多好看的人，可我的眼睛里只看到了你。那这个少司命是做什么的？上古时，大司命掌人生死，少司命掌人子嗣。除了女则，爹爹不让我读别的书，殿下说的话我都不懂，你可别笑话我。小人不敢。殿下，王翁刚刚说了什么？太子殿下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？我只听到军马二字，朝廷的事情我们不懂，殿下自然会处理好的。顾内人，你能把刚才那首诗交给我吗？冰封。
封存，什么位置最残忍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离分。我风雪半生，直到与你相认。看尽浮浮沉沉，细数盏盏黄昏，一怀温暖是否愈合你余生伤痕。美人相依。